二三，开始。好饿好饿的毛毛虫，有一只毛毛虫，它说饿好饿好饿。星期一，它吃了一个苹果，但是它还是好饿好饿。星期二，它吃了两个香蕉，但是还是好饿好饿。星期三，它吃了三个的叶子，它好多了。它造了个房子，在里面睡觉。两个星期后，它起床了，变成了漂亮